共义，来支持咱泉州所提名几个县议员候选人梁子鹏。现在咱的上半身由咱梁子鹏前头领，把咱的竞选总部，咱最委员、县议员林彦希，把咱民众关做好主席。团队大家陪同之下，一起来向咱最敬爱的乡亲师大，来一个握手，来给大家问候，来给大家请安，来给大家拜托，志忠辛苦了啊，好久不见了哈，辛苦了，谢谢，我向志忠致意，大家请为大头行到台尾，感谢三一路和台湾人保护区，上初五不做总统，台湾。人惯是看你电视安怎讲，所以你电视讲国语啊，你就讲国语吼，安尼吼，食肉食半只肥啊，讲话拢掺起来讲吼，我国语掺台语吼，即摆咱台湾人拢国语拢听有啦，讲台语嘛会通，对不对？对，吼，这是我们台湾和谐的原因，我们啊团结的动力啊，就是不分省级，对不对？对，我跟各位报告，34个月前，我在电视宣布。3年不上电视，我闭关。但是我明年1月15日出关。可是呢，整整3年了。那我本来应该明年出关，但是我为什么现在要跑到屏东，跑到这个地方跟大家交心？因为我出关以后，我讲了很多理论，都是纸上谈兵。要等有议员承担这些使命的时候，已经要拖3-4年。所以台湾的问题不能再拖，所以这个情况，我这个时候呢，我会呢对一些呢有用的这些值得我们呢支持的候选人呢，我们呢帮他们。刚刚呢县长候选人简太郎来到这，我告诉各位一句话：亲民党要有舞台，国民党不能垮台，对不对？对。所以县长支持国民党人，但是亲民党只提1个议员。这个议员我们一定要上，这个议员是谁？杨子鹏，对不对？对。我跟各位报告，这3年我到哪里去了？我专门研究野村总和研究院，他分析日本2015以后15年的社会问题。日本2015的问题就是台湾2026的问题。为什么日本的问题比台湾早11年呢？你知道吗？因为日本1940开始对外作战的时候，日本人有一个传统，
出去打仗的时候，我们台湾去当兵都会写平安归来、凯旋归来，对不对？日本人出兵的时候，那个牌子写什么？祈死，祈求该死的时候就死。所以他留后，他都会留下一个种，再出去打仗。所以日本人口多是1940开始，所以日本2005人口进入65岁，2015进入75岁。那我们台湾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后来国共战争，然后台湾有228，然后钞票不稳定，很多人不敢生，一直到国民党来到台湾以后重新开始，所以台湾的人是民国41年1952大量生，所以我们的问题比他晚11年。那研究他这个问题就是要解决台湾的问题，那研究这些问题呢，我可以告诉各位，我看了野村综合研究院研究的日本会发生，从中央到地方会有2000多个问题，这2000多个问题台湾通通有，但是这些问题有，不怕问题多，就怕人才被埋没，对不对？对，不怕问题一大堆啊，最怕人才没到位啊，对不对？对。所以呢，大家想想看，2000年如果宋楚瑜当选总统，今天台湾怎么样？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对，所以他被埋没这么多年，但是呢，我们非常过去人家讲宋楚瑜运气不好，其实后来讲不对哦，不是哦，是台湾派门哦，我算了台湾派门哦。现在大家现在人家讲，哎，宋楚瑜身体还是很好哎，头脑很清楚，什么健康啊？哦，他很有福气。后来再想，不对哦，是咱台湾人够福气哦，这个老师傅够袂歹哦。可以出来哦，哦，回完台湾解决问题哦，对不对？对。所以呢，这个，那我现在告诉各位，我能当名嘴，是因为宋主席没有跟我抢饭碗，他跟我抢饭碗就没有我混的份了。好，那我现在简单的告诉各位，台湾有几个问题：第一个老人化，第二个少子化。记得，不怕老人化，只怕人老化。王永庆活90几岁。除了最后三天以外，三天以前每天跑3000公尺，他有没有老化？没有老化。所以老人照顾得好是长寿化，而不是人老化。那怎么把老人照顾得好？中央的政策，地方政府的配合。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啊，就说，所以呢，这一次呢，宋先生为什么在各地方要培养几个人？这几个人替我们看好。我昨天碰到一个人，他找我，我在桃园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他是新竹县毕业的，我当过新竹县党部书记。他说呢，你在我毕业典礼的时候，你讲的话我记在这里，二三十年了，然后呢，你的文章我都有剪下来。他说你讲的什么话？你说过你要做科学家，你要做奥运选手，那不一定能做到，因为你有没有那个天分。但是有些事你可以不做到。就是什么？不做对不起国家的事，不做对不起社会的事，不做对不起老师的事，不做对不起父母的事。我听到他说你讲过，但是我告诉你，我这一生我没有很大的前途，可是我做了这几年。后来我问他一些情况，他问我，我现在该卖哪一瓶油？所以我现在就很想，今天跟政府讲，我求求你政府，永远不要做对不起人民的事，对不对？对。我也希望你官员永远不要做对不起良心的事，对不对？对。但是谁去监督他们？要有议员，要有党团。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大家知道，我们台东县、屏东县都提一个人站在这里为大家把关，就会发挥效益。他呢，然后以后呢，在立法院的时候呢，我们也再有党团，我们再有政策。大家知道一定要有政策，没有政策不能决定事情的。那台湾人有一句话，阿麦差政治，政治真好啦。你唔差政治，政治关系你啊，你知唔知？政治害死你啊，你信不信？所以呢，你可以不管政治，你要关心政策。而这个时候，只要有党团，就能关心政策。好，所以呢，亲民党在宋楚瑜这个老师傅，他的经验，他的智慧，来让我们台湾。把这所有的问题我们慢慢去度过，只要他在台上，我就会把我在野村综合研究院所研究的，我们早10年应对，把这些问题解决，
让我们的子子孙孙呢都能够呢有希望的活下去，好不好？好。所以呢，我可以跟各位讲，今天你很生气，你很痛心，你很失望，但是你可以生气，你不必泄气，因为宋先生要出来解决问题的。你可以痛心，好，但是呢，你不必死心，因为呢，有很多人愿意追随宋先生呢，在每个角落呢去发挥他监督政府的功能。然后呢，你可以失望，但是你不要绝望。我们为了指数，我们不能绝望。台湾问题多，不好解决，也要解决，要拼命去解决，让我们这个台湾呢，能够呢，再恢复到呢，我们过去呢，有希望，然后呢，有这个愿景的一个未来。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好不好？好。最后记得我的话啊，亲民党要有舞台，只有一席议会这个台，一定要有一个亲民党的。然后呢，国民党不能垮台。所以呢，整个呢，在县长方面呢，好，大家呢，啊，我们还是支持呢，啊，刚刚这个乡长什么国民党提名的一个人选，啊，因为呢，国民党不管怎么样，在过去呢，他人才还是有些培养，好，那整个呢，啊，所以这类呢，希望屏东的乡亲的父老看着我，啊，刚今天中午下午才从台北赶票来，啊。那我们这种，我不像宋先生身材那么标准的，我们这种胖子很喜欢流汗的，对不对？所以跑点吧去。但是为什么？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不要开玩笑了。台湾问题会越来越多。今天你觉得油不放心，我告诉你，再过十年，你找不到可以喝的水，因为台湾很多隐藏的问题，啊，这个都需要有人解决，都希望有人才来规划，都希望有政策来实行。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呢，不管宋先生担任什么职位，他永远呢要为我们台湾呢尽心尽力。那么他提的个人呢，如果你顶着亲民党，顶着宋楚瑜子弟兵的符号，那你就知道，你就一定要勤劳勤政，你一定要爱民，要亲民。好，我们共同努力，好不好？好，谢谢大家。那我们还是惯例，我们就是啊，给杨子鹏的啊呼唤一下啊，杨子鹏。斗帅，杨子鹏，斗帅，杨子鹏，斗帅，子鹏，子鹏，子鹏，斗帅，斗帅，斗帅。谢谢我们的民尊，我们的李大哥、建南兄，谢谢你。阿咧闭关三年呀，功力精进不懈，哦，咱希望讲在咱屏东地区，会当时时有咱这个民尊李建南来跟咱大家斗阵，来跟咱大家做伙，共同为咱的市民斗。共同为咱个顶来努力来打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感谢。我来介绍咱竞选总部伊只个重要个干部，大家唱到名字以后，请啊站起来挥挥手，好不好？好。咱个主任委员是咱个县议员林彦希，林县议员。咱个副主任委员是吴金山，吴董事长。咱个总干事。苏英辉女士，啊，咱的副总干事施美玲小姐，咱的执行长王嘉琪董事长，咱的副执行长黄庆虎先生、陈辉清先生、张义昌先生，哦，啊，感谢所有志工，哦，以上，这就是咱的竞选团队。天，俺们天，咱屏东县。咱第一选区屏东市，咱要选十二席的县议员。天公伯啊，安排甲好势溜溜，抽到十二号的。各位，咱唔免拼第一名，咱拼当选安好啊，好唔好？好，好，大家都来拼下咧。第一名嘛，县议员啊，十二名嘛，县议员啊，白白乡县议员啊。叫阿叫，叫大家都来拼嘞，好阿母，好，我来屏东县市民党有一粒精神，好市民党伫屏东县有一把火把来照亮我们的屏东县，所以请大家12月29号把我们神圣宝贵的一票，不但要投给杨子鹏，剩下最后的20天，大家都来当杨子鹏的分身。来当他的助选员，我们一个人拉20票，相信杨子鹏绝对会挤进12名以内，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拜托大家。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请我们的候选人来跟我们大家做最诚恳的恳托。来，我们在他讲话以前再跟他鼓励一下，好不好？好。来，杨子鹏，动算。杨子鹏，动算。杨子鹏，动算。子鹏，子鹏，子鹏，动算，动算，动算。谢谢。感谢主席，百忙之中从台北到屏东来哈。敬爱的各位乡亲父老、兄弟姐妹，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感谢大家今天百忙之中来参与。自会我会出来参选，最主要就是我一些结拜的兄弟，他们讲实话。在尾牙中间，就是我们的胖哥、文总，还有朱教授，他们讲实话，他们年终慰问金全部被砍掉了，好，1.5个月，不是9万，就是8万，就是7万，所以讲实话，他跟我讲，大哥大哥，我知道你口袋比较少，空空的哈，我们凑点经费，我们前一个月，我们全力来帮你冲刺。在这种鼓励之下，我就毅然决然接受这个棒子。最近我们主席所讲的民意代表要做什么事情，就是生老病死苦，这个东西我会透过我们这些志工朋友，还有我们以前金饰行的这些团队，我们要来把这个事情做好，解决所有屏东所有县民的困难。子鹏从头至尾讲好找好家有经验啦，我帮忙的人真正讲话讲，我去到迄个最近拄啊去邀请。咱办公室市公所办公室的人，伊讲阮爸有交代，阮侄啊爱投12号杨子鹏。伊讲我讲我姓杨，都讲我讲伫信义咯。结果我讲我有帮忙过，改成迄落就是李宏伫帮了调过来屏东市，我帮忙过的人来到我的。服务处，俺头啊，讲爱得出来安尼，吼、而且我感觉讲，阮主席真正做迄落，伊讲忧国忧民。其实我要同主席报告，要救国救民，咱平湖海域吼，即、這个柯南兵吼，移援会当予咱中台湾即个土地117年唔免进口石油加石，有诶朋友讲话讲杨子鹏，迄毋是你诶代志，无毋对，迄是总统含立委诶代志。朱培刚即落咧参选，即趴火也点有倒，我会感觉讲我无白来世间行一日，所以伫遮拜即个宗教人士吼，私下我咧讲，拜托。恁主席吼，爱都出来选总统，吼、伫遮恁阿头啊支持了，真正讲屏东会当拼入第三名以内，我相信我要当拜托咱主席吼，要出来选总统，就较有机会，吼、因为大家足爱听我讲话，足希望阮主席出来讲话吼，我伫遮都拜托大家，吼、今日会来到遮，我也要感谢。迄、那个阿基啊，伊讲话讲我上困难的所在，伊会当帮我突破，吼、哦，我的厝边，就是讲话讲2000户的社区，买是咪真正困难，因为关节介严，吼、哦，但是人主任要帮我讲一句话，我答应你，你的物件给我，我会代处理到好势，吼、哦，我这回真正行顺境。我相信啦，那主席报告啦，有你来，我杨子鹏决定当选。哦，但是咧，就爱咱这乡亲时代，投我的票，
都把我推进来，好，好不好？好，感谢大家，谢谢。杨子鹏，动算。杨子鹏，动算。杨子鹏，动算。子鹏，子鹏，子鹏，动算，动算，动算。好切角，认真，阿妈婆做人拢该辛苦，该认真，但是无钱通买票就有影。哦，但是伊咧是用服务来换选票，咱的标题就是天大地大，人民最大，给亲民党一个机会，阿你好无？好。给亲民党一个机会，好无？好。我再向大家做一遍嘞，好阿无？好。感谢大家，我相信有大家尽力、全力，台湾十二号的杨子鹏。来个倒票票，相信十二月、十一月二九，咱会伫遮放炮庆祝杨子鹏当选县议员，阿你好无？好，阿你好无？好，谢谢，多谢。我拄啊，看到我的宋主席伫后面咧接电话时，我后脚又要跌啦。我看到伊神采奕奕。面带着灿烂的笑容，一日在咧甲乡亲握手，使我感触良多。今日若是咱宋楚瑜做总统，台湾袂遮凄惨，台湾经济袂遮尼歹，人民过着遮无爽快，台湾人无福气，台湾人。无这个好的总统来领导咱2300万的同胞，是咱台湾最大的损失。所以这我感触良多。虽然伊无在位，但是时时刻刻在关心咱2300万的同胞，在关心咱台湾这个汉子阿斗。最近伊常常咧上政论节目做专访。我所得到的乡亲，大家讲啊，今仔日若无恁送的吼，啊咧，当作无当选，台湾今仔日才凄惨啊！啊无上无，把咱做一个行政院长，台湾嘛袂遮落魄，使我感触良多。所以我拜托，屏东县一粒清气，一枚花花枕，来予杨子鹏一个机会。会延伸咱市民党伫屏东县的发展，阿你好无？好，阿你好无？好，大家来拼！我相信伫大家团结合作之下，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咱的。咱现在，咱就以最热烈的呼声来欢迎，得到全国大家给肯定，大家给认同，大家最敬爱、最疼惜台湾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宋主席上台来给杨子鹏加持，来给恁的吼，啊是，好，啊对，啊哪里哪里应该应该主席应该好，在讲话以前，我们先来致送吉祥物好不好？好，好了，先来致送吉祥物哈，那我们就请我们的啊宋主席呢来致送吉祥物哦。来，我们先送好彩头，好来。好彩头，哦，来，哦，好彩头，高票当选，好来。杨子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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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算。好，谢谢。过来就包子包中，哦，哦，包子中，哦，来。杨子鹏，动算。杨子鹏，杨子鹏，动算。谢谢，多谢，多谢咱最伟大的宋主席来给杨子鹏致送吉祥物。来，来个加油，加油！宋主席加油！宋主席加油！宋主席加油！杨子鹏，动算。杨子鹏，动算。杨子鹏。动算，谢谢，多谢各位
亲爱的屏东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大家好，好，大家好，好。各位亲爱的乡亲，我刚刚听到我这个好朋友黄木火先生给我这样的鼓励啊，我非常的感动。我们是多年的战友，每一次处于有什么重大的场合，他都会出来四大金刚来帮我的忙。我再一次的谢谢，应该要做的事，谢谢你，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谢谢，多谢多谢。各位乡亲，今天楚瑜特别赶到我们屏东为杨子鹏来加油。您晓得我从哪里来吗？我从乌来，我今天上午还在乌来，就是以前叫台北县，现在叫做新北市。我从乌来，早上在乌来，下午就跑到了屏东。他们说我七老八十，像七老八十的样子吗？不像，少年人哦，对不？对，那就是我们永远对台湾的民主要有信心，青春跟信心永远存在，是不是？是，青春跟信心永远同在。我今天看到这个麦克风这么好，我就跟大家谈谈家常，而不是只有叫口号而已，对不对？对，我不是第一次，我不是第一次从乌来直接就赶到屏东，这是第二次。我几年以前我在做省长的时候，我想林元熙会记得，我正在乌来在看地方建设和了解原住民的情况的时候，听到屏东发生一件事情，需要我赶到屏东来。我也是上午在乌来，台北的乌来，那个时候还没有高铁，我今天是坐高铁过来。我那时候是坐小的飞机，军方给我安排了一个小的 beach 小的飞机，十二人坐的一个小飞机。为什么？那时候屏东有位大佬心情不好，这位大佬你还记得，叫做阿阳伯，林阿阳先生。然后为了国民党，为了地方和谐，为了很多的事情，我就从乌来赶到我们的屏东，是屏东的军用机场。那个小飞机，我坐在第一排，十二个人的小飞机，我就可以看得到驾驶台下面的窗子。屏东那一天下大雨，飞机在屏东机场要降落的时候，穿过云层，跑到在这里，飞机在这里临时拉起来。假如那一次没有拉起来，像前一段时间澎湖所发生的事情的话，我今天就不可能站在这边跟大家讲话。我做省长的时候坐过400多趟的这个小飞机，到全省各地方为人民在服务。最近有个电影，一年多前，叫做《看见台湾》，诸位看过这个电影吗？《看见台湾》，这位齐白林先生坐了直升飞机去照台湾的美丽山川，也提醒我们有好多地方被糟蹋了，好多的污染破坏了。他只坐过不到10次的直升飞机，我坐过300次的直升飞机。所有我们的政府官员，没有人敢坐直升飞机像宋楚瑜这么样频繁。为什么宋楚瑜要坐直升飞机？我每一个月一定要坐直升飞机
到台东、到屏东、到花莲去查看工程的进度，到底有没有做好，问题在哪里，需要省长去调难解愤，去帮大家去解决。所以我伫选新店的时阵，甲咱的乡亲报告，也是新店选好宋楚瑜，也为大家做媒做福，我讲会到，做会到，对无？对。我当选之后，南北奔波，为大家认真的服务。我刚刚特别跟杨大嫂说，我到刚刚的天主教堂，看到诸位在这边很多。我在这边声音这么大，是不是应该跟天主去抱歉一下？我刚刚去拜拜了，为什么？因为陈万水是什么？是天主教徒。各位乡亲，人要有情有义，对不对？对。这就是台湾人的特色，对不对？对。我跟诸位说，老天爷照顾宋楚瑜，坐这么多次的直升飞机，坐这么多次的飞机，能够平平安安，就是老天爷希望，那就是要好好的为人民服务，对不对？对。不是在选举的时阵讲到有吹无落，但是动算以后就看无人。大家看看屏东33个乡镇市，宋楚瑜哪一个乡镇市哪一年至少要去一次？而屏东市更是经常来，为什么？不管是万年溪也好，不管是这边的高屏溪，好多的问题要帮大家解决。刚刚杨子鹏谈到屏东这个地方有原住民，有我们客家乡亲，有我们喉咙的乡亲，还有好多外省的乡亲，军营、空军，好多的人。我们大家现在还有陆配、新住民，太多的这个地方，和和谐谐。各位乡亲啊，我们要相亲相爱，但是需要的是一个好的政府来帮我们解决问题，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对不对？对。刚刚讲到1972年的时候，我是1973、74年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回来替蒋经国先生当秘书，我是1974年开始做蒋经国先生的秘书，12职等，司长级的。你猜我回来拿了薪水多少钱了？4000块钱台币。你想想，1972年，在2年以前，那个薪水还更低，对不对？所以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的蒋经国先生就晓得怎么样对这些军公教人员，要给他怎么样，要过年过不下去，希望给他们一点慰问金。这就是这个制度最先开始的起源。你有听到他们讲过吗？没有。他们讲不清楚。那个时候你想想看，过年的时候给点这些加班和慰问金，是帮助他过年，因为过年要过不下去了，所以才要发慰问金，帮大家好过年，对不对？对。夯不啷，我刚刚讲的，我当12职等的这么重要的职务，才不过4000块。那1972年开始的时候，大概了不起慰问金不过1-2千块钱，对不对啊？对。您大概还记得，是不是？那不过1-2千块钱嘛。但是现在被丑化成什么样子？不是钱的问题，是尊重和了解这些当年努力打拼
这些军人也好，老师也好，帮大家曾经有过贡献，是不是？是。所以很多人说，哎，宋楚瑜，你到了电视上面讲的好多事情啊，比他们讲得清楚。我昨天看到脸书，竟然大陆有一位北大毕业的学生在脸书上，他在美国，他说他看了我讲的以后，他在脸书上，你回去查一查看，他说讲得真好。为什么讲得好？他说最近台湾跟大陆上在讨论，大陆上说要一国两制，但是宋楚瑜讲得比较好，叫做一国要有良制，是不是啊？是，要好的制度嘛，对不对？对，不是两种不同的制度，是要一个国家里面要真正好的制度，才是真正能够照顾人民。什么叫好的制度？天大地大，人民最大。你看我们现在坐在这边静悄悄，每个人都在听我讲话，为什么？我们要支持我们的杨子鹏能够选一个县议员，但是票在谁的手上？是在，谢谢谢谢多佳，票在谁的手上？在人民的手上，对不对啊？对。你看看昨天的晚上的电视，台北市市长在选举，你看在电视上面怎么样？辩论两个小时，昨天晚上的辩论，我不必评论说谁变得好，谁变得不好，但是每一个人，这两位候选人都在那边用理性的态度在电视上面申论他们的主张，对不对？昨天晚上让全台湾的人，让对岸的人，让香港的同胞，大家同心看一看，这就是真正台湾了不起的民主最伟大，对不对？对。香港现在要走上街头，就想羡慕台湾。大陆有这样子的制度吗？没有，还没有。所以因此，我们是不是作为台湾的骄傲，对不对？对，这才是我们几十年在这边奋斗坚持的主张，对不对？对。我跟好多的前辈，今天有很多军中的前辈，我们杨子鹏以前好像是叫黄复兴党部，对不对？你加高一耶，大家想想看，这些革命军人以前1949年民国38年的时候从大陆到台湾来，毛泽东在天安门成立一个新的政府，但是天安门上面挂了10张照片，你看，一个叫马克思，一个叫恩克斯，一个叫列宁，一个叫斯大林，有哪一个是中国人啊？那么都是外国人，对不对？但是你看看现在大陆上10月的庆典，在天安门又回了一个大的照片，比那个上面的照片还要大，这个人叫做孙中山先生的照片又回到了天安门，为什么？因为有争气的台湾才有扬眉吐气的孙中山，你说对不对啊？对，对不对啊？对。假如台湾很差的话，孙中山的照片会回去吗？不会，不会回去。这就是台湾奋斗的结果，这就是我刚刚在所说的天大地大人民最大。真正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就是什么？主权在民嘛，主管在民啊，对不？对。也就是咱百姓，咱的移民，就是咱的国家的主人，对不？对。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看到了怎么样？台湾在带领大陆上在转变。各位亲爱的乡亲，我刚刚又讲了1949年的时候，你有看到共产党的这些高级的人员会到天主教堂去拜拜吗？会到那个我们的庙里面向释迦牟尼来拜拜吗？也会到妈祖婆那边去拜拜吗？没有啊。但是现在大陆上面的最高的什么这些重要的干部，陈云林先生也好，或者是张志军先生也好，这些大陆上的高干到台湾一定要到佛光山去拜拜，
你要到妈祖伯那里拜拜，对不对啊？对。你认为他就变成佛教徒或者妈祖的信徒吗？不一定。但是他了解你到台湾要尊重人民有什么信仰的自由，对不对？对。是我们改变了大陆，对不对？对。现在大陆上的庙比我们盖的还要大，是不是？大陆上现在庙比我们盖的大。以前在毛泽东的时代怎么样，要破四旧，要把那些庙都要拆掉，对不对？难怪台湾保存了大陆上文革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好多的宝物啊都流到了台湾，是不是？因为台湾才是真正在那边保护这些文化的人，是我们改变了大陆，不是大陆改变了我们，对不对？对。各位亲爱的妈妈们，你们晓得最近台北要演唱叫做民歌，有位很了不起的歌手叫做苏芮，他唱了一条歌叫做一样的月光，是不是？是。那个歌词里面两句话我印象最深，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你和我，对不对？是我们改变了大陆还是大陆改变了台湾啊？各位亲爱的乡亲，是台湾虽然小，但是台湾的这种精神的力量所凝聚出来，人民最大，人才是国家社会的主人，是我们带领这个国家要进步，对不对？对。政府的存在是要照顾人民，是要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对不对？对。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推来推去，您现在去吃东西觉得不安全，全省都觉得不安全，到底是中央的责任还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你就看着他们推来推去，推来推去，从台湾头推到台湾尾啊，是不是？台湾头是在台北，是不是？所以中央政府说，哎，这是屏东县政府没有搞好；屏东县政府说，啊，这是中央政府没有努力。各位啊，不是推来推去，政府是一体的，对不对？宋楚瑜做省长的时候，无分党派，无分族群，拢是咱的乡亲时代，都应该真真正正、脚踏实地、实实在在为百姓做代志。我一当阵开始学习讲咱的葫芦话，我在台北眷村长大，我以前不会讲葫芦话，讲不好听。到了省政府开始学习讲闽南话，怎么样？我做省长到处跑，然后裤子都揪掉了，我就请我回到中心新村，请那个欧巴桑，哎，欧巴桑，我学的这个闽南话，你看对不对哈？我受伤了，烫到了，怎么样？烫掉了，对不？烫掉了，哦，请你搞我来倒卡手，搞我来烫口，好不好？哇！乱讲，怎么可以痛苦？是我苦了，不是痛苦，对不？哇，怎么搞的？哦，原来闽南话有很多破音字，对不对？对，是我苦，不是痛苦，是怎么样？是咱的屏东，不是屏东，是台东，不是台东，对不对？对，这个糊里糊涂，我住在哪靠？我住在林口，不是林靠，对不对？对，我搞得这个糊里糊涂啊！对不起，今把老回啊，对不？我跟诸位说啊，就是听咱基层的心声，了解咱探假人的辛苦。我一步一脚印的去学习，就是咱探假人的辛苦，我都知道，都应该一步一卡银来，咱的百姓的小代志，就是咱心中的大代志。套一句我们客家话讲。就是民众还稀事情，就还省长还开事情，对不对？哎，你怎么会一句句话都在学？不要忘掉了，人民的心声是要用心去学去了解，而不是拿笔记簿抄下以后笔记簿掉了，是不是？所以我今天跟诸位在讲，那就是台湾为什么会有今天的进步，就是我以前。每一次到屏东33个乡镇市每一个地方去，我有很多的怀念。我刚刚问一下林元熙，旁边这附近有个新元乡，有个新会宫，
每一次大水，宋楚瑜当省长的时候大水，我就去看，我说拨了钱为什么还不能修好，原来一定要去做一个疏洪道，对不对？但是排不出去，找不到土地，最后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在新会宫的前面那条大马路两旁都是这些店面，就像现在这样的话，你就在大马路当中开挖，当中开挖，但是这些店铺怎么办？那既然我们要做，我出钱，我去筹钱，屏东县政府没有钱，宋楚瑜宋省长想办法去筹措钱，但是要开挖之前怎么样，跟所有的乡亲，我们就到新会宫里面去，一起向妈祖婆来，我们大家一起拜拜，我们要不要开挖，大家都同意说开挖，那我跟所有的乡亲跟省政府的李宏源处长水利处，我们就向妈祖婆来发誓，六抓基本就抓了以后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保证半年之内一定把它做好，所以我们拜参拜以后开始开工，半年以后开工完成以后没有耽误这个洪水，那个排水沟排水道做好了以后不淹水了，我也没有什么庆典，又带了李宏源跟省政府的同仁怎么样再去向那里妈祖婆来上一个香，说感谢那里妈祖婆有一个疼痛的心，那里官员都应该还是那里妈祖婆赶快有一个疼痛的心了解咱基层做大罪的辛苦，有无？对啊，这就是我们政府该做的事情嘛。但是现在的钱到底到哪里去了？中央推地方，地方推中央。刚刚杨子鹏说，我召集所有，我说杨子鹏，你愿意出来再一次的打拼，我非常感谢。我问你，市议员也好，县议员也好，你到底要做什么事情？你不是管那个大事，你是要管人民的小事。什么是人民的小事？生老病死苦，小朋友生出来要照顾。现在少子化，刚刚讲的三大问题，要有奶粉，要有食，所以政府要补助，想办法把生的问题、养育的问题、教育的问题要把它去处理好，这不就是我们真正县议员要去管的预算吗？要把那个钱去管在生的方面。我们老年化以后，刚刚讲老不是坏事情啊，家有一老啊，如同一宝啊，但是老人家怎么样，要好好的照顾嘛，不是每天躲在那个地方在等，而是有儿孙和大家来照顾，对不对？所以要有养老院，要有很多的这些事情，这要不要经费啊？所以我们要对老生老生病的要有人照顾，屏东的医院够吗？不够。我做省长的时候，是不是每一个乡里面有设置新的卫生所？每一个我们在屏东的乡，33个乡，为什么以前就有钱去设置卫生所？我们省立屏东医院医生不够，我去跟台大跟荣总去调借，把省立屏东医院然后还增设，那个时候办得很好，生老病死，对不对？照顾往生的人，苦就是急难救助，对不对？我今天讲一下我的宜兰经验，现在很多的新住民是不是从东南亚来的，最近晓得哦，原来从越南来的这些油不安全，是不是？但是后来发现茶叶也不安全，为什么？在越南种的茶叶冒充台湾的牌子，是吧？卖到大陆也破坏我们的怎么样商誉，是不是？各位亲爱的乡亲，是因为在
越战的时期美军在乱炸，而且用了非常毒的叫做落叶剂，然后叶子啊，你看看这叶子全部都掉下来，你去看看那个茶叶也不安全，是不是？所以不要忘了，难道只有树叶会掉，茶叶会掉，稻米不会有影响吗？诸位，台湾最好吃的米，台湾自己出的，是不是比较贵一点呢？日本进口的米是不是贵一点呢？但是咱基层足侪咱的乡亲探家人，发现太贵的米买不起，就买怎么样越南进口的米比较便宜，要不要检查一下安不安全啦、啊？这都是关心咱基层足侪的问题嘛。我跟诸位讲，有人去想到这个问题吗？再问一下，我们有这么多在越南在打拼的台商，我们有这么多从越南来嫁给我们的新住民，他们既然会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影响之外，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照顾他们啊？要去好好替他们检查。我做省长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礼拜一开我们的省政会议，开省政会议的时候，怎么突然宜兰发现有乌脚病？怎么宜兰会有乌脚病？只有台南有乌脚病，台南是产盐的。哦，原来宜兰的乡下没有自来水，东山乡的人打井，但是靠海太近，所以有砷，所以得了乌脚病。宋省长下令，发现乌脚病的赶快去医，但是整个村庄里面其他人有没有，要不要去检查一下？检查要钱呢、啊、拨专款让他们去什么检查，如果有问题赶快去医，还来得及，不要最后断掉脚锯掉脚，对不对啊？各位，那既然这样的话不错了吧，对不对？解决问题了吗？水的问题嘛，要装自来水啊。各位亲爱的乡亲，屏东最旁边，在屏东市旁边有一个地方不大，但是是客家人，我要问问考考李老大，叫做什么？绫洛乡。绫洛乡是不是绫洛乡哈嘎宁啊，对不对？对，客家人。我做省长的时候，全省365个这个乡镇啊，去查绫洛乡的自来水普及率是零啊，没有一家人有自来水啊。各位乡亲，哈嘎宁啊，三芒大边的拱山拱田啊，节省嘛，勤俭传家的，是不是？屏东的地下水很丰富，所以怎么样就不装自来水，现在不能喝了。刚刚讲的有污染了还能喝吗？他说我跑了去问了，你为什么不装自来水？省长啊，自来水这个名词是日本人发明的，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之后开始现代化装自来水，但是那个名词不好啊，水会自来吗？要付钱才会来啊，所以以后不要叫自来水，应该叫钱来水啊，是不是叫钱来水啊？你不付钱自来水会来吗？啊，不会来嘛。所以因此怎么样，你要帮大家解决问题嘛，对不对？好，装自来水要4个多月才能够把自来水管把它装好。哎，看你来耶，阿公阿嬷，虽然现在的井水有毒啊有砷啊，请你再喝4个月可以吗？宋楚瑜下令每天用水车送水，各位你说对不对啊？对，你现在已经看到越南有问题了，以后要不要照顾我们这些在越南被我们为我们台湾的经济打拼和我们这些外籍的来的这些乡亲，对不对啊？对，这就是宋楚瑜讲的怎么样，政府都是应该有一个疼痛的心，会晓做代志，甲未晓做代志，无同款嘛，对不？各位亲爱的乡亲，这就是刚刚木火所说的嘛。
如果我们今天的政府心里面有百姓，屏东是咱台湾的胃，但是屏东到今天为止，您看看对外的交通发展总是落在后面。我追随蒋经国先生，在我刚刚讲的1970年代，那个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柯老县长，还记得吗？柯文福先生每一次在高屏大桥接蒋院长，我就陪着他们两位一起看地方。哇，那个时候怎么样，柯县长从头要讲到尾，哇，屏东每一个地方都好好在耕耘。你看看那个地方冒水的，我们在种什么，我们在养什么，养鳗鱼，是不是？养完鳗鱼以后还要把它怎么样，把它叫做催眠起来，用个塑胶袋然后打了气送到日本。那时候是我们林派的大佬林时成先生的松城乡，有没有在那边松城啊，在那边去养这个鳗鱼，我都去看过。但是现在地层下陷，时代变了以后，我们政府也要调整，对不对啊？对。所以我今天跟诸位妈妈们讲讲妈妈经，对不对？为什么要讲妈妈经？管理一个国家就是要做一个好妈妈，对不对？对。不能只照顾那个大儿子在台北啊，每天活得胖胖的，对不对？对。我们在这边每一个人瘦瘦的，对不对？对。营养不良，对不对？对。所以我今天跟好多人讲，屏东的33个乡镇送出一座直升飞机，当做大水的时阵，风灾的时候，直升飞机降落在五台山的山顶啊，好危险！那个基地降下来就是一个篮球场那么大，没有瞄准的话就报销掉了。去救灾，去处理事情。我去问问这些我们屏东的9个原住民的家乡，从雾台到三地门，在马家，是不是到太武？哎，你怎么都记得？因为这些乡长告诉我，以前从来没有省主席去过那个地方。现在我们每一次选举的时候都会怎么样讲？大家好，大家好，太大好，还有伊拉妈妈、沙利哥哥、马波罗、马拉欧。哎，他不会讲，为什么？哦，那是阿美族讲的话，是怎么样？你好吗？阿美族怎么讲？伊拉妈妈、沙利哥哥、马波罗、马拉欧，会讲吗？不太容易。但是我们屏东有一个什么呀，台湾族，他讲你好吗怎么讲？ Money money， 是不是？ Money money 很简单吗？是不是？所以选举的时候 Masalu money money， 但是当选以后哪里都找不到他们，是不是？选举的时候说 Money money， 哇，这个大家都来拉票，当选以后哪里都找不到他们。我们现在原住民一共有好多，有多少族啊？啊，我以前是9个族，是不是？现在有10几个族，是不是？但是真正原住民只有3个族，第一个叫做照顾不足，第二个是营养不足，第三个是存款不足啊，是不是？是。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样？要提供他们工作的机会，对不对？对。要给他们解决很多的刚刚讲的生老病死苦的照顾的问题，是不是？是。我今天在乌来乡告诉我们原住民下乡的同事，这些老朋友们讲了一句话，原住民要的不是同情和可怜，要的是尊重，要的是公平的机会，对不对？对。每一个族群在台湾都要有公平的机会，对不对？对。不能只有台北的人可以去进好的大学，而我们屏东越来越落后，对不对？对。所以我们要替自己买一个保险。如果你觉得蓝军要团结，没有错，以前这个是蓝军的，我也是蓝军的，但是蓝军要展现出来你的理念嘛。你的理念是什么？就是孙中山先生和蒋经国先生的路线，对不对？对。他讲了两句最简单的话，就是心里面要有百姓嘛，对不对？对。第二句话他说，我是
台湾人，我也是中国人，对不对？对。这种的心情就是大家应该互相照顾，互相开心，对不？对。所以今天我跟诸位说，就让亲民党有这么一席，对不对？对。在议会替大家发声，好不好？好。买一个我们橘色的保险，好不好？好。假如国民党你嫌他做得不好，民进党嫌他不够努力，那就像昨天在辩论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们亲民党要让国民党更了解国民，对不对？对，人民最大嘛，对不对？对，我们要让民进党更晓得要民主要进步，不是民主退步，对不对？对，那就是不是你们每天就在那边好言空论，好好照顾我们的百姓，好不好？好。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为谁来加油啊？杨子鹏，杨子鹏斗帅，杨子鹏斗帅，杨子鹏斗帅。他当选，他告诉我说，他一定像以前做上一届、上一次的县议员的时候，认真好好的帮大家做事。你看他又是什么后备军人的辅导中心的主任，他又是家福中心的什么？也是主任，他好像还有一个叫做生命线哦，他晓得生命是个线啊，不要把那个线断掉，对不对？对，好好的，这个人真心想为大家服务的，伊就了解咱基层足侪太侪人的辛苦，了解就需要一位好的为大家做代志的好的咱的官员为大家发声，对不？对。哎，我讲的闽南话还可以吧？可以，可以，听有无？哦。那就大家就是讲啊，咱都实实在在为台湾来打拼，不是凊彩讲好笑的，都、就是动算以后，因为大家来认真的打拼，为大家来倒服务，来倒卡手，好不？好。我们再次为我们谁加油啊？杨子鹏，杨子鹏斗帅，杨子鹏斗帅，杨子鹏斗帅。请大家告诉大家，宋楚瑜荷包空空。没有给他带什么资源，就是带了两条腿，对不对？对。他也应该用同样的精神，一波一卡应该勤跑基层，把耳朵张开，听咱基层的苦楚，了解咱基层的足侪问题，需要伊甲咱来为大家来发声，为大家来倒服务。请大家支持杨子鹏、宋楚瑜，拜托你们，请大家支持这位。郭以郎已经为大家做工作的好的那里管管，谢谢大家这么安静的听宋楚瑜讲话，老天也帮忙，又没有下雨，又不是很热，对不对？对。但是宋楚瑜讲得满身大汗，为什么？哇，认真的在替这个我们的这个候选人在加油，对不对？对。做什么事情都要认真，对不对？对。要么就不要做，既然要做就好好做，对不对？对，认真的替大家服务，对不对？对。台湾的可爱就是真正我们未来展现出来，我们跟对岸哪些不同，我们所争取的就是那个主权在民、人民最大的社会，我们为这个来共同加油。谢谢大家，感谢咱李鸿金，谢谢杨子鹏动帅，杨子鹏动帅，杨子鹏动帅，宋楚瑜加油，宋楚瑜加油，宋主席加油。